可以了，这一个两个看着是个喜庆祥和啊，这一多了就闹腾了。来，拿着，这个今天舞台上越来越热闹了，从来没看过他们几人穿成这个样子。其实大伙儿都知道，这是舞狮，在中国来说呢，这是传统的民俗文化。过去来说，逢年过节要舞狮，或者是今年大丰收了要舞狮。